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。噔噔，今天给大家开箱这四个，大家有没有觉得很熟悉的糖果，就是小时候会常吃的。噔噔，这是安娜，我觉得她做的还颇像的，不是，这个是 Elsa， 我觉得她做的还颇像的耶。然后这一只是安娜，安娜，然后这个是 Olaf， 然后这只是 Crystal。噔噔，好了，我们今天拆给大家看哦。首先是拆 Elsa， 它这个到2021年的12月到期。我在想我要怎么拆比较好。好，首先是拆 Elsa， 噔噔噔，从边边这边拆。好难拆哦。OK， 然后再掉出来，再这样子排列进去。它是这样直列的。
好多蚂蚁哦，怎么会有那么多蚂蚁？妈呀，好多蚂蚁！蚂蚁该不会也在吃这个吧？
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按订阅、按分享哦，还有记得开启小铃铛，我有影片上传会第一时间通知你哦。